您好，您要火柴吗？您好，您要火柴吗？不要。天哪，这个烤鸡也太嫩了吧！我本来以为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烤鸡，没想到它真的好优秀啊！它皮竟然莫名的有些脆感。它烤鸡真的相当的嫩，皮烤制的刚刚刚刚好，一种完美的诠释了外酥里嫩的感觉。这个是烤肉的拼盘，有牛排、鸡排和羊排，还有配的一些沙拉和薯条。这个羊排，油香四溢，没有羊膻味，只有羊的奶香味儿。它肉大块且厚切，别看它一丝一缕的，我看着会觉得它有一点的老，但是丝毫不会。羊排也太好吃了。圣诞节要奖励自己吃一顿大餐，你们准备吃什么？噔噔噔噔，来一个爆炸性的草莓牛奶冰沙，上面是奶油。一大勺草莓，先放着，待会儿变成奶昔就可以咕嘟咕嘟喝了。哎呀，我吃个啥呢？好开心呀！我再吃个牛排，叉子陷下去的那一刻，我就感觉到了这个牛排的柔软嫩度。沾一下黑胡椒，赋予它的灵魂。牛排上面还略微的撒了一些坚果，现在来吃辣烤牛肉披萨，上面有泡椒圈和牛肉，还有一些蘑菇。第一口是香蘑菇的味道。哦，我要吃，咚咚咚咚咚，我要吃这里的墨鱼汁意面，黑乎乎的。我可能接下来我吃第一口，然后你们看到我就是老巫婆的嘴唇了。有海鲜的那种鲜感，你们看我这个嘴，你们还看得下去吗？我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真是个聪明鬼呢。你看，我再喝点牛奶吧，把我的牙齿洗白。奶油螃蟹烩饭，它是盖了一个螃蟹壳在上面，是把螃蟹的肉融入进了烩饭里面。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。Partridge in a pear tree. On the second
pear tree. On the third day of Christmas, my true love gave to me three French hens, two turtle doves, and a partridge in a pear tree. On the fourth day of Christmas, my true love gave to me four calling birds, three French hens, two turtle doves, and a partridge in a pear tree. On the fifth day of Christmas, my true love gave to me five golden rings, four calling birds, three French hens, two turtle doves, and a partridge. 大家好，我是大网鱼多多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。在这里，我会把对美食的喜爱和快乐传递给大家，请大家关注我的频道，点赞你喜欢的视频。如果你们有什么想对我说的话和想看我吃什么的话，请在留言区评论告诉我。记住，关注以后千万要摁亮小叮当哦。